觉得呢？你舒不舒服？即便我是被打，但你打我，你打得舒不舒服？一个有计划的杀人魔，他不会轻易犯案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有其目的性。我帮你破案，你帮我洗冤。知道不分尸案的杀人魔就是你。那我要杀一个人，绝对不会留下被怀疑的线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玉明。我在《逆局》里面演的角色是梁延东。东营市的监狱，它是一个非常拥挤，然后很冰冷、潮湿的一个环境。那里面关的都是一些毒贩、帮派，然后有变态，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环境。梁延东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其实他有点是受虐方，所以他很多动作都是他一直被欺负、被霸凌、被攻击。我每次跟演员拍动作戏，试完戏以后，我一定都问哦，你觉得呢？你舒不舒服？即便我是被打，但你打我，你打得舒不舒服？那很多东西都是得真的打到的，或是勒到的。那这部分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敬业，非常非常专业，就是他知道怎么抓住对的时机。全当英雄吗？他要抓住对的时机去给对方一击，他只要用关键的一拳打到对方的弱点，他就可以改变整个局势。我是周玉明，在逆局与你相见。